你可以借他玩吗？啊？你可以借他玩吗？可以一起玩吗？啊？你有这么拿那么多颗，大家一起玩可不可以？你看你还有这么多颗。你们可以一起玩吗？大家一起玩好不好？再走，你要玩哪一个？大家一起分享啊！你既然拿太多个了。你等一下，别人也要玩啊。怎么办？你看你拿那么多，很累，自己也不能玩。所以就要分享给别人玩，那你自己才可以玩。哇，你看都拿不住了。好，我看你可以拿到什么时候？对啊，有东西就是要带。